Claro, calma.记得关注我呀，大家有没有关注我的呀？刚跳一半，刚才重跳吧。啊，真打我呀！他真打，真来回呀。不服。你直播间的哥哥姐姐是不是非得把我打你了？哎，直播间的哥哥姐姐，来来我直播间看看我呗，支持我一下。我也是户外的呀，正在705户播的，欢迎0857。我给你们大家跳个舞，你别打我，用吗？以后我都说了，那个以后我们都是早上播了，早上早一点，因为我们早上去找蜂蜜比较好找一点，啊。几点？然后一直在找蜂蜜的，不要。8点钟。哎，我要是跟你在一起的话，我跟你一块整蜂蜜去，我也喜欢整蜂蜜，掏鸟窝也行。那么厉害吗？我不爬不上去，我现在不行了，我。要吗，七哥？哎，这个大哥还在。谢谢弟弟小哥。来了，这个大哥很猛的，兄弟们，我刚回来，你早上比较忙的。弟弟小哥，你喜不喜欢掏鸟窝？小时候。谢谢亲一。啊，飘飘哥，有一次小时候掏。看到房檐，就是老家平房，房檐上有鸟窝吗？不是小鸟。嗯。谢谢我弟弟小哥，完了，他那什么，你知道有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吗？当时，你知道我怎么知道那小鸟窝的吗？飘飘哥。怎么知道的？谢谢南家哥。谢谢弟弟小哥，就你最给力了。欢迎你停啊！这次能不能赢来一把？他们家就一个大哥啊！啊，一个大哥干你们所有的，咋的呀？这么牛的吗？像你们大哥！我跟你们讲鸟窝的事儿呢，听我说呀。嗯，你说。你说我怎么知道这个鸟窝的？那俩船，淑女的，当时鸟啊，在房后面有那个平房，有那个棱嘛，它鸟窝它就在那个老房子那块儿叽叽喳。